今日佳姐，后一点钟，咱开始会慢慢来行，就讲咱头壳底要一挂迄款算作无清气的粪扫啊清掉。哦，我逐个试问吼，比如你若是考三民主义吼，全国比赛论文比赛，你考第一名，我颁予你一个奖章，请问这是公营的还是？啊，是一种迄落无公用的代志。当然，咱即大家头就清楚嘛吼。我三水考一百分，阁互你打颁奖，讲起来即个呐，大家迄是足见笑代志啦。遐已经烧烧掉啦。但是咱台湾，咱遮足济的庄头，我有时去看吼。因家若挂这文魁哦，阮祖先偌敖读册，阮祖先较早啥物秀才，阮祖先啥物迄落。我真想起来，即我个人感觉，恁家若挂这地，你毋好叫是我伫骂恁祖先。我感觉这地其实就是种，你对这个考试啊科目，你考了足好。啊，考这个科目是啥物？考这个科目就是这个统治者要予你的意识形态嘛，就讲你照安尼去想，就 OK。你若照安尼去想，我带你铺关关，你的想法就会扩充予其他的人。你等于我一个经济，你就是我的经济啊！啊，所以我带你加奖，带你搓头壳，安尼知影意思无？所以这个文魁，这个扛棒子，恁是哪种是迄个人引导？其实爱跟唱唱调、小小调呢，爱跟小小调呢。我讲有理也无理，你若是无小调，我就来讲真嘞，你就是咧鼓励你的子孙后摆思想去做人的努力。所以人讲阿扁啊，是中华民国的教材内底历史地理有三民主义，有法都考第一名。这讲起来是伊敢有足巧？伊无足巧啦。足巧的人吼，头壳拄着迄款物件吼，你就会落屎啊！你读袂落啊！你无爱读册啊！咱食着无好物件是咪落屎？正常拢会落屎啊！啊！你无来闹，你无来闹掉，你来即日内底，佫考第一名，佫咧人顶。我讲啦，你毋头清楚啊。所以啊，有一个台中市有一个建设公司，足贵个台中市伊卖通悬个，人啊一平卖二十万，伊就一平卖人四十万。迄个建设公司吼、哦，去倒毋来去烧，万一捡一块钱。当我隔住因个门口遐了，对，因个大厅，伊表示讲，伊建筑足有文化气质啦。我讲，你无干哦，人也毋知你毋捌字啦。啊嘛，足侪人看到这文魁，讲后摆阮囝来住遮来教读册，天高地厚一堆，一平加二十万起来买。过来，大家定性一个观念。我较早是学校咧教册，我来讲，我著带囡仔问，我是大学咧教政管系个吼。我来囡仔问我，囡仔上课是啥物？我做叛乱，啥物做起义啦？因为叛乱就是坏的啊，起义就是好的啊。囡仔就安尼讲了对啦，啊，剩了点点啦。我说从来没有叫叛乱这个名字，从来都是起义啦。啥物人会巴肚枵甲冻一条尾，甲你吃饼？绝对是伊两日子无了过，毋到要甲你吃命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全世界现在用叛乱这个名词，当然就是伊只行为吼，抵触到统治者也要害嘛。伊毋得无爱互你起来压，我较安那贪污，较安那带你逼良为枪，较安那带你逼良为刀，你都要点点忍受，这都是命运啊！你莫起来变啊！你起来变，我就讲你有政治野心啊！我来讲，你有做叛乱啊？其实多一个香港，你若有通食，有通迄落，你敢会起来硬甲人拼？袂啦，全世界拢袂啦，无人遐勇敢的啦。所以我来囡仔讲，叛乱甲起义其实拢是起义，无迄个叛乱这个理由。无人食饱遐用啦，真正无人遐有勇敢啦。
过来第二个观念，移民，一台湾移民，移民都是背叛这个土地的人，叫做移民啊。一台湾历史看来是安尼，拢徛到外来通力者徛做伙的时阵，吼，伫起伫做通力者的绕抓人，啊，但是得到自私的得到个人家族的利益，这款人通力者当然会有你好处啊。有一部电影，你等下去做录影带去看。是台湾有演过，但是只见到下片，台湾人看无。我做《豪情本色》，伫演爱尔兰独立的故事 ，Michael Collins 的故事。伫电影中 ，Michael Collins 台内人讲，咱爱尔兰人是安那八百年来无法度徛起来，爱有日本人一只管，无爱有英国人一只管。都是因为咱有太侪内奸，所以因透过关系，透过因是一个爱尔兰人，是因个迄落，是因个迄落国安部内底提出这种名单，因马上两三天中间，大家个爱尔兰奸细啦，暗杀掉，全部暗杀掉。这个电影真正暗杀，电影咪做安，安尼你看报纸，安尼伊报纸炸了，穿啊片，踢要起来走，啊伊安那火车就塌落去，互你死。咱大人对这有感觉哦，咱对吴敦义、对吴佩蓉、对遮迄落遮李全教，咱有感觉无？咱无感觉啊。咱嘛讲哦，阮兜阮娶新妇，阮个嫁查囝，还是讲哦因爸过身，哦人个。人个因拢有来，乱啊，偌有名声，偌有名气嘞，错乱呐。爱尔兰这部电影应该爱，迄啦，我做教育部长，我叫全国的中学生拢爱来看，看了我当个小报告。你校长也无办哦，我着校长来换掉。这部电影咱咧看嘛，迄比咱讲较紧啦，啊有角色啦，爱尔兰人伊着怎样？伊甲英国人比，毋拢共款，无共款呢，共款无共西有呢。咱台湾人对建筑的迷惘，台北一空一，马来西亚双子星，就是懒叫逼鸡腿啦。人世界真正去参观，伊个是世界比图摕的，伊个有意思个哦，伊个双子星。马来西亚是什么国家？宗教，佛教了嘛？佛教国家，佛教我拄则讲，佛教是足注重几何图案的，第几下一直复制，一直复制，一直复制。另外，伊清真寺内底伊个图案，诶，几何图案呢，一直复制，一直复制，复制到呢，足水足水足了，复制到规个屋顶位，因感觉讲规个因个迄落屋顶啊。所以这是因个精神。啊，这种建筑物伊个平面。其实都是两个四角，这有笔无？我稍画一下。啊，这可真少人在写的款，这写落去七个点哦。安尼不要看我吧。伊两个四角形，安尼来倒起来，所以伊是外口有八条冻掉嘞，所以伊角转啊角个咧都两支起哩，所以伊这有因宗教意义个，啊这结构性嘛起作用。啊来啊一零啊，咱讲毋是迄个中国个中华民国一零一是平面是安尼，伊四角个平面。也条一给咬一坑啊呢，也牛安尼砍啦吼，条坑啊呢，也角度才无落条，伊讲遐无落条是遐视野较好啦，遐视野较好啦吼，但是因为伊无条，你厝悬吼，你角无落条，伊较会准啦，所以因安尼梯啊，我加了要30%，啊过来。伊后代也未结束，伊个条有啊，伊个条伊安尼，
所以伊个条无连无连贯。好、哦，这是中华民国中国精英李作晚设计。因感觉讲因一流个，伊一般。但是我今日我今日大家讲嘛，大家你着知影讲伊反正说条你着无得计较，啊个来弄一支，迄支呾狼牙棒哩，我看起来就像狼牙棒，那是道教的。一个在当机上当在讲的物件，伊讲什么解开花个解解啥，伊家己讲啊，所以全世界无人来参观这栋啦。有啦，写来讲哦，伊是倒一年捌暂时有一年中啊，向世界通关安尼尔啦。但是马来西亚这栋，啊，足侪人甲咱要去咧看，伊横观啊一个泉州啊，哦，好，咱电话拢切掉。我最近看了一个，迄啰总理寄来文章，迄啰一个外国人 Paul Massey 写的迄啰，咱台湾人家己做奴隶，啊，咱家己就是家己咧做主人，所以咱做些行为，咱拢是受割，咱毋是主割。吼、哦，我兼会讲，大家会记得注意安尼，啊，有奴隶是安尼哦。努力不是讲我的肉身比限制比迄落叫做努力哦，不是讲哦我手链啊红白的到叫努力哦，迄是过去的努力哦。这个努力看的是你看你的思想哦，你思想哪拢对伊拢无迄落，你就是伊的努力哦。不是讲哦我无卡链啊，你若答人讲哎你是你外来视频在努力。因为我在努力，我要开车去倒去，我才有努力。大家继续听我讲哦。努力迄个主人在包厢是包还是变？我看一个报纸，唔知大家安怎读，讲一家三代吼，拢在做老师，台湾人啊，免到去台颁奖。我看了，我就把马英九为什么替办？因为这些人都是替传播这些奴隶思想出去的人啊。一个代理商，啊，因囝做代理商，因囝做代理商，咱是卖毒品啊。因老安那讲卖毒品，因囝卖，因这代卖，哎，因孙佫卖毒品。我讲迄道有甚物好了？讲哦，阮兜你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看过，我见笑台，现在看迈克柯林斯啊，我讲。电影看了，我这伊个物件紧摕来烧烧掉。爱尔兰无法度的是因讲个讲，因为咱有八百年拢充满内奸。啊，过来，机测中满分中的满分，咱个囡仔咧写机测文章，写到我一下看到一下，唔知咧讲啥，因为报纸来刊出来，啊，我好奇，伊讲满分中的满分，咱个大学教授讲个哦，中文系教授讲个哦，讲迄个文书迄个物件，拢完全是虚伪个，拢是假。结果，咱大家当作哦，这是马云总，马云要叫哪？要叫所有的台湾囡仔、台湾子弟去学习这款写法，学习这款思考方法。大家拢在扮仙，拢在扮假，对啊。我讲两边的努力在 PK 啦，正边这个就是金日成死，因的一顿胡锦涛在那烤我。靠干啦！你看，啊乌白，迄个就是蒋介石死的时阵有啊，伊努力跪在涂骹，跪对一下咧哭啦。我两边的努力一下咧 PK， 看一下哭得较大声啦。台湾人的意识吼是轻浮的、错乱的，那亲像有体无魂的稻草人，你看吼。漂浮在空中啦，甲土地一点仔关系拢无，伊切读愈悬的吼，甲这土一点仔感觉拢无。你看因咧讲话，因咧写文章，甲这土一点关系拢无。啊，这个支那人来台湾就做假神哦，啊，一目混珠啦，啊个篡改编造历史嘛，来糊弄咱台湾人。咱即个来这两天，恁只慢慢听的课吼，会当大家算作解读啦吼。
除了讲这个巴西总统哦，伊也首都为这个殖民地港口里个热内卢前去来到巴西，巴西利亚，伊讲我要创造一个新的身份。外来压迫吼有两种，即我即翻两篇无拍，大家注注意呐。一个是算作有形的压迫，就是警察、武力、法院、司法。啊，即款有形的即款压力压迫，互咱的肉体会受到真大的痛苦，佮无自由。啊，当然即嘛会淡薄，互咱精神上会痛，感觉痛苦。精神上的痛苦，但是这款硬体压迫，咱拢知影要怎样要反抗，咱拢知影要反抗。但是另外一种压迫是软性的压迫，软性的压迫就是啥？透过文化、透过媒体、透过教育、透过历史的洗脑，这嘛是一种压迫。但你比一般受这压迫的人，伊袂去抵抗。伊精神上受了屈辱，但伊过来伊就习惯，习惯来顺水，伊应抱这个台受压迫的人，即较恐怖。咱一般人叫是奴隶，是拄则我讲的硬性迄个压迫。其实迄种奴隶，大家拢感觉会出来。但是第二种的奴隶，即款软性的压迫，透过输啊，透过戏剧，对吧？戏剧内底，比如咱的卫生署来做研究。因查囝、查某囝讲话就讲中国话，啊，佫卷舌的中国话。因老母啊，就是讲了，就是，比如食咧切猪肉，青的猪肉，切来佫摕咧切水果，呾你希望。啊，因查囝来，因老母纠正，妈妈这样不行啦，这样不卫生啦，安尼伫装啥？恁台湾人拢无卫生啦，啥款？你糟蹋恁祖妈，大家拢点点，大家哈哈哈哈，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好笑好笑。王国六国游台湾，这是专门在侮辱台湾人一部电影，台湾人嘛笑甲啊，好离心倒的呢。咱台湾人敢遐尼戆，像王国六国安尼遐尼戆？无啊，敢有像诸葛亮遐尼戆，遐尼粗鲁？无啊。透过戏剧，在带你侮辱，在带你洗脑，让你屈服，让你不敢做一个台湾人。你有感觉无？无人有感觉。今日我若苹果转来好，拄则我讲的，做强盗、强奸的、做贼的、食槟榔、配槟榔的、粗干六件，拢讲字正腔圆的中国话。啊，有水准的换像我这款呢，对吧？拢讲台语的时阵，因遐中国话会跳起来无？伊跳起来，做你甲你呛的，讲你侮辱伊。啊，人因拢较清楚啊，咱戆戆嘞。所以软性的压迫，互咱不知不觉中间，咱袂记哩，迄是做压迫。咱袂记哩，迄嘛是努力的行为，会受迫症。你有感觉？你无感觉呢？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因的国父啊，阿塔杜克，因本来土耳其统治这个是啥子啥？伊斯坦堡啊，自古以来遐都是人讲是迄落所有的迄款海陆交汇中心啊，伊斯坦堡啊，但是伊收到啦，无爱控制遐。伊用因遐真侪基督教堂早期真基督，用真歹表现我迄落土耳其的色彩，所以我爱迁都去安卡拉。爱安卡拉用我新的国会、新的国家机关，我爱为文化甲祖先来找出我的遗产，找出我的心目。这张相片要出自咱的金票面顶啊，唔是咱的金票，中华民国金票面顶啊，中山楼。哦，是那人的遗产饭店。我遮伫台北的中国大头，这是伫台北中国遮，这毋是咱的。支那人因的国父纪念馆，
以前我们这财神主拜，叫做台湾人去拜，台湾人也去拜。刚才我说，我说你如果用武力来控制被殖民的人，他们都会反抗，就我说，硬性压迫你都会反抗。但是我如果用软性的，用洗脑方式来控制被殖民的人，他们会贴贴贴贴贴，好好贴的，有的人还会心存感恩，心肝非常的感恩哦。哦，各位来采做生命哦，甚至为外来殖民者捍卫做先锋，什么人？作者嘛，吼、哦，这免我点名啦，吼、哦，大家心内拢有一个有，拢一个有有数啦。就咱有一个，这个话内底放到这个，哦，规个拼经济，啊，摕有主人家。我伫电视内底，我看一个真趣味，迄一个台湾查囡仔去电视，我伫遐咧跳迄什么，那就南美洲遐舞啦，吼、哦，哇跳看哇多少，啊！冰心哦，就是一个迄落中国啦，中国个根本都唔捌，叫有一个做冰心哦，台湾人咧会去注意，因唔捌了做滴冰心嘛，讲哦你跳了未？伊用中国讲，啊，你跳了袂歹，但是你若能够加强啥物，会搁较赞。哦，阿个啦，哦，干嘛？哦，谢谢老师指教，谢谢老师指教。哦，欸、拜托，你是比较会晓跳的啦，伊根本都唔慢呢。啊，咱台湾拢安尼，所以金马奖，啊，搁啥物金钟奖，你有咧看无？你有咧看？你转去后摆，你若甲阿公你有咧看，我讲你戆人哦，你无猜我怎知？我有两点钟咧，甲你讲几部，莫非你遮拢在，对不对？金钟啊，即嘛，迄嘛是同款啦，啊，同扩大你来看，什么国家文艺奖、中山文艺奖，甲国家什么建筑奖，我来讲啦，这是评判，拢比遮一个拢较含慢啦，拢较含慢啦。结果伊来评判，比方说你要电影好无？你歌唱了好无？啊，你建筑设计好无？啊，你文章写了好无？你信息写了好无？你话写了好无？你字写了好无？拢伊来做判断。台湾人都在屈辱自己的意志之下。来，我咧做对做捍卫，对做努力啊！真正咧替捍卫，什么人？伫学校咧教书，这老师是第一波。我坦白讲。无，这我个人设计的物件啦，这紧就过啦。未来台湾的建筑要安怎行？当然，唔是讲为了我来设计，我也是希望讲国际比较。啊，咱台湾在目前因外省人咧做评审者，换做咱台湾人来评审。吼、哦，我无要接咱的新后摆新的建筑，我无要接，但是我真愿意来做评审。来替咱台湾争取一个有咱代表台湾人身份的一栋建筑。啊，这我的往事纷纷啦吼。啊，我较早我嘛捌提过文魁啦，但是我写起来，无人讲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是1983年到1984年，我两年的高考拢考过啦。但是写起来就是说，频道嘛是为了走出来，所以我才讲迄唔对。哦，唔是讲我提袂到迄组，我咧大家小圈讲迄是爱迄落，但是我这生活我嘛爱考一张，因为我是中华民国体的，我爱职业，所以我建筑师证书嘛是爱考一张，所以这大家甲大家抱歉。有一天咱那边政府来起来，嘛是开始换证啊、哦，对吗？啊，我是讲讲袂了，继续嘛是有讲有了哈，啊，要有淡薄时间，啊，唔就来。现在我是总理主席，也是教务长的主持哦。啊，来，我甲大家小交换意见了呢，是不是会当温存我呢？大家好，
哎，那哎，我们台湾的那个房地产哈，北部跟南部好像那个价钱都差很多。我发现啊，不是啊，现在有很多那个，我看有些来听不台语的人也笑，跟我听不台语，听不懂台语。好，好，安尼好，因为我主要是惊咱房中有迄客意的，好。啊，我感觉咱北部房地产和南部房地产奈迄计小差哈济，啊是毋是最近南部有一寡中国大陆的资金入来，毋知是毋是有这种的情形吼？我请教啊，咱的那个哈啊，是毋是诶迄、那个？咱南部的房地产是毋是最近有迄个中国大陆的资金在入来？唔知影吼，好，好。我是安尼想啦吼，第一，因为我咧讲的今仔日是讲国家意志甲建筑吼，啊，我较早设计是捌设计建筑公司物件，我嘛知影因是安那伫操作吼，但是因为我无爱回答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咱。即我无要回答有关于房地产投资的即预测问题，我是原来阁纠正来咱的重点，就讲国家意志、甲咱台湾的心、甲咱头壳内底遐粪扫要怎清掉，即个较我相信是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啦。好，所以即个律师拍摄你的问题，我无同你回答。我感觉一个咱这个郭老师吼、哦，讲的真好啦吼、哦。你启发到我吼、哦，无想到讲为建筑而表达台湾意识，这点甲你学咯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，过来就是哦。咱要安怎来实行？哦，即马即个在台北，你太多有几张相片，像讲台北车头啦，即个臭头庙啦，吼啊等等即款物件吼，迄土地是咱的咧，吼、哦、啊要安怎来个，要个安怎处理吼、哦？啊，你有啥物想法啊？要安怎来表现啊？还是多一个迄、那个翘水翘尾溜要安怎会无翘哦？哦，要安怎创？我唔知啊，还是请教你安尼。我先来讲啦吼，其实拄则讲个土耳其啦吼，还是像个巴西利亚吼，还包括日本因个起机场起迄落，因拢。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村啦，吼，为全世界优秀的人来底来敬，来敬建筑师，因是安尼来敬，所以表示什么？我是甲恁同款啊，我表示，但是是要安那世界人感到伊就无法度表现着台湾精神嘞，有法度，好的建筑师绝对有法度。台湾精神爱表现啥？为气候，气候其实是咱迄个原住民的厝吼。我来大家呼吁哦，咱来重视原住民。原住民到咱，甲咱台湾对外国人来讲，台湾人甲中国人、外国人因分无啥个清。但你若原住民来，把咱打做第一线哦，哦，因分作清楚呀。因为台湾是就地理来讲，咱是南岛遮个人嘛，所以咱台湾吼、哦、应该我讲入去中正市场。咱所现的，就是原住民遮个的服装舞蹈，甲原住民遐的建筑，有诶，咱甲因呾分会清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咧做歌戏，伊嘛咧做歌戏啦。你即爿咧做布袋，伊讲伊也嘛咧做布袋戏啦。你甲伊着足歹分诶，你知无？啊，要外人好分着原住民啊，对毋对？另外就纽西兰伊嘛是带因个原住民一直讲出来呢。意思讲，我无是英国，我嘛是有原住民在内底呢。所以台湾人原住民是咱
抵抗中国文化的足重要一个宝物。啊，这可惜咱的原住民吼，竞选举我都想无啦吼，迄落潘副市长，啊，恁是个拢投伊个中国啊，我都想无啦。虽然我是讲，你应该是徛做伙，大家来向世界宣誓，我是一个真迄落国家。你想对无？咱的歌呢？迄落你若讲，咱的世界开球队若出去，就是唱咱的巴布和因，吼、哦，这世界大家人看，哦，台湾队若来比赛，绝对安尼去看，敢若迄巴布和因，你就有价值。啊，咱的原住民踢开球，我相信袂踢输因啦。篮球咱可能袂赢因啦，但是开球是咱的强项，开球才是咱的强项。你大家有注意无？一台湾吼，拍篮球拢阿山较济啦。啊，拍棒球拢台湾人较济啦，咱要加强咱这边啊。啊，顶家迄落毋是讲何作毋讲，琼斯杯琼斯都是啥物？是汤姆琼斯诶，是啥物琼斯？对吧？咱后摆就莫用迄款迄落啊，咱用较台湾的物件来做咱的新步啊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那有法落显出台湾的气候，因咱台湾的气候自然都是诶，这就咱的。咱的迄落啦，啊当然为即爱集中世界的各国的人，啊咱即我前下就大家讲啦，咱即个台湾即个公家建筑物的评审嘛，有足侪拢买票啦，总有选举要买票啊，吼、哦，一票，比如哦恁五个即个 B 图吼，设计人 B 图 B 建筑师，啊这个，啊我知影恁五个拢迄落，伊讲啊恁要保密，咱台湾讲要保密啦吼，叫保密，叫个名单大家拢知啦，啊我就带你买啊。我带你一票，比如说你设计费2000万对吧？啊，我通摕咧，下堪咪摕三成，2000万三成，差不多600万，摕600万来买票啊。六百万买票呐，那五个评审对吧？我一个带你得120万啊。啊，恁都爱讲我对啊，啊我对啊我有恁600万呢，啊我买都会摕过转来，对啊，我来减去啊，啊我搁派监工现场派，我想。材料绑标啦，材料写这个规格的全台湾都敢一间咧出尔，啊，计也着咧三倍价啊。我捌拄着一个建商，无一个材料商捌同我讲，哦，恁一个某咪一个建筑师哦，讲要来借300万，啊，换代个种内底材料，伊就又在我写，啊，恁听有无？所以我带你借300万，啊，建材乎你家己开，啊，这设计人我摕着啦，材料规格乎你家己去写啦。所以是台湾，咱咧公共工程发包，无这个大家无这个远方的梦想嘛？你没有，你无 dream 啦，你无想法，你无想法，这个土地就是要对阮子孙有一个交代呢。我恁阿公，阮这代起的就是安尼呢。啊！恁这愈起是愈落衰呢，这愈起咪愈歹。中国讲因偌好拄啦，我去家己看因的厝。你看日本的新社，人个树啊，插一枝大棵，拢规枝拢实木啊。中国是安那，你知无？因讲偌好，我同你讲，伊用一枝一枝安尼设计安尼吼，差不多像恁麦克做偌枝安尼，一枝白白个，劈头又插。中国拢安尼乱搞，我咧讲破你就知影，所以咱拢错乱，咱台湾人错乱啦。一目混珠，伊讲哦，中国文化老多伟大，多伟大，哦，越大越伟大。啊，你其中厝就是安尼，就落水的气话啦。啊，我讲着我才想着，刚才我咧读册，拢啊，佮读什么中国建筑史，中国建筑史，中国的特色的岛拱。岛拱，吼、哦，岛拱是岛拱，大家知影意思无？我画一个图，大家看，大家就较知。这厝尾顶出来安尼话，啊这，无这条啊，啊这伊个就安尼一个。
全世界头有人，全世界啥人，因无真侪人无爱用无即款做法。就足简单，你若是迄落有法落一支柴呾吐咧，有够吐就吐安尼就好啊。你啥要做安尼？全咧搞工，啊个迄落啊，但即款材料就是吼，大支的柴拢袂掉啊啦，纯细支的就安尼一支一支猛倒。我感觉是安尼。伊连这即支挑啊，我的意思都咯，规支的拢摕掉啊。啊！你摕一支一支来，安尼来，带你包包皮头又擦掉。安尼你落啊！你去孙中山纪念馆，即个足侪人要咧讲了国父哦。遐若讲了，唔好阁讲迄字啊！迄个替别人咧叫做公。安尼大家有了解吼？唔好阁讲国父啊啦！迄别人个做公，咱你若咧对人咧讲，我家己阿公个名记了掉，别人阿公免记啊掉。我问下，你来讲啥名？唔知，你来讲做啥职业？唔知。我别人阿公做啥物职业？啥物名？伊拢知。吼，这嘛全世界。啊，这面努力，这又是啥？大家要问题，我来。來我请教，中国人来台湾了，甲咱日本所起的足侪好个建筑物，吼，拢甲咱去日本化。那么咱以后民政府执政，那么中国人来咱遮起的拄啊遐个中山楼啦、啊宜山饭店，即咱以后要安怎处理？听我讲，咱即个将来吼，咱将来一定有钱嘛。只要无贪污，咱就足有侪钱个啦。迄宜山饭店拢拆掉，迄拢足差个啦，迄拢足差，迄拢无听好啦，吼。啊，讲迄个什么，讲迄个什么什么孙中山纪念馆，迄嘛拢啊拆掉电器啦，去咱的意向啦，去咱的意志的国家表现，咱国家意志的迄物件啦。台北车站嘛同款啦，迄拢无效啦。啊，中正庙吼，哦，迄阵中正庙，我伫台大法学院，都伫阮台大法学院边啊。迄阵起火的时候，阮一挂中部的朋友啊，中部一挂朋友拢往丽影来，啊，带因去看，伊讲要看，我看讲免看。迄将来咱就是甲拆掉，啊，甲迄个蒋介石的迄个头当上甲提出来，甲提出来用咱的人，啊，迄厝顶啊，迄那些个厝顶啥，什么迄墙叶迄啥，迄拢甲拱拱掉，创咱要爱啦，吼，甲盖啦，甲盖啦，啥物厝顶拢甲盖啦，创平也好，创啊，看咧有啥物意向，佮我倒起哩，看伊较早伊建筑的迄基础好歹，咱来做咱要爱啦，吼，甲盖甲盖做，因迄开足钱啦。中正庙比迄个孙中山的纪念馆哦，较侪钱啦，开较侪钱，啊嘛较用啦，所以吼较保留。啊，孙中山迄个拆掉迄无效啦，吼，足歹看的，有够难看。你过翕出来，你过放出来，迄有够歹看呢。但迄是啥物件呢？迄古咱看无呢，吼，伊创安尼，那像一顶帽啊，那就搁古早几啊千年以前，古早因中国人戴的帽啊，迄款的形式嘛。也不够歹看，不知是什么东西啊！啊，因知影，咱唔知啊。哦，迄较早的时候，我就未爱去迄个所在啊，就未爱去的就对啦。很不想看到那些东西啊，看了感觉足凄惨的啦。哎，真古怪，迄都气候我就看了足凄惨的，所以我唔爱入去什么孙中山纪念馆入来滴，我伫对啊过安尼，哦，有当时啊走路对啊过安尼个看一下安尼啊，嘿，嗯。是啊，是啊，啊实在呢，我台大的时，我初入去台大有足济古早日本时代起的迄个教室，伊真正真好势呢，真好势呢。迄普通教室，阮迄阵入去是大一的时，拢伫普通教室上课嘛，真凉快呢。热天热屁屁，人讲热天热屁，坐里底上课袂热呢。但是阮有当时啊，捌入去新生大楼吼，中国起的吼，都无共款啦咧。日本人去的就凉凉，啊，中国去的就是未凉，就热热，你有感觉无？吼、哦，你会记无？迄阵新生大楼，新生大楼起安尼足差的嘛，即摆已经未看哩啊。对，溥仪、溥二、溥三、溥四拢真凉快啊，伊即摆甲拆掉，
对啊，啊，伊个拆掉去起迄款的新生大楼是，热天哦，卖讲热天啦，车过这个过咱的清明开始就咧热，甲端午节时要求热屁屁，你差不多穿来三只，我都伫遐上课呢。啊，你啊伫这个普一普二咧上课的时候，你就普通穿，你穿安怎，你就伫遐底穿，啊，你风咧吹凉凉凉快得很啊。啊，所以你看这因这设计有够差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日本时代留落来教室，甲即摆，你看台大的校门，甲东京帝大的校门完全共款，真朴实，真朴实，真实在，无足奢华的，那迄毋只是展现咱迄个日本精神甲台湾精神，所以咱爱是这个物件。台湾甲中国，是啦。顺延迄个海界向个，就是爱顺从大自然啦。系啦系啦。大自然也准啦。对啦对啦。遐呐违反大自然爱防啦。系啦系啦系啦，是啦是啦是啦，是啦，这样正确啦。所以吼，我咪讲，我顶礼拜时，你想讲，咱变来写咱的，甲咱的话，我写者讲。上帝赐咱佛摩萨吼，波多四面拢是海，波多四面无中国啦，波多四面拢是海啦，安尼个讲，嘿，对啊，对对对，这个精神爱提出来，吼，对对对，甲因无残无到水无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你有问题吼，来来来，老师哈。啊，各位学员哈、哦，我在宜兰，我叫做黄正全哈、哦啊。我是拄啊，总理讲的，我读宜兰农林学校，迄教室确实较早真凉，外口种树啊，啊，教室内底是铺用地板咯、哦，迄一边差不多有我要一米的高。吼、哦，啊，一边拢敢有窗啊，安尼吼，拍开，一边真凉。你教室内底嘛真凉，啊，厝吼拢看迄落较早是迄落看迄落日本的乌虾虾吼，啊，拢热天嘛袂热，吼、哦，啊，外口有迄落做春不老迄落树啊，啊，迄落树啊会生枝啊，啊，真济鸟啊，哦，真正是鸟语花香。啊，搁一个我前啊有伫宜兰读迄落格马兰文化研习社，宜兰边埔仔的36社，我拢去参观过吼。啊，北平来个福隆，甲头城的13巷，啊，甲迄个淡水的迄个3巷啊，都吼，不离吼，啊。看到因平埔啊，较早的厝是啥？石头厝，真凉，冬暖夏凉，真正符合这个天然的顺天。冬天会烧，真烧啊！热天真凉，吼、哦。这个建筑，因中国人看这看袂起，讲但石头贴的，那有啥物好看？啊，厝顶是看迄个石板哦。去溪底厝迄落大石片的迄落，安尼盖起来，会真凉真好。啊，可是我即摆所看的新式的建筑吼，拢钢筋水泥。啊，入去内底都吼热甲，吼、哦、热、哦、天无电风无冷气，活袂落。啊，请问这敢是咱所爱想要大的厝？毋是，吼、哦，所以讲。你是建筑设计师，参观过世界真济迄落，希望你会通为咱台湾的建筑吼、哦、出一臂之力吼、哦。啊，阮宜兰州的州长宜华东州州长有讲，讲如果以后民政府成立，咱有一笔钱通啊去州的办公室，伊就是要买。因为比如说一亿，
伫台北一亿不管用，啊，伫宜兰土地较便宜，别人一平一万，我三万甲你买好啊，我嘛同你进化。啊，宜兰第一上水的就是水，甲山，伊是水的故乡。啊，伫遐相信讲，阮会买一片地有水，啊，而且个设计着真好诶，这个形式吼。啊，如果你会当来阮遐佚佗，会当帮阮设计一个下咱台湾人诶天气气候吼上水诶建筑，谢谢。你要回答还是？我对这个中华民国起的建筑物吼，爱老实当落来消退啦，无拢听到。你听到后摆咱要讲的时吼，煞无一个好比咧。你讲伊外卖愈来，爱留一个来迄落，所以爱经一个来留起來。我是感觉安尼啦，吓。啊，因为未来我感觉讲有互世界遮个好个建筑师吼来参与吼。啊，咱因为咱有想法，咱有看，咱来谈来做 screen 的工课，看更多一个较适合咱的建筑物，吓，安尼是，我感觉这是较适当的方法啦。唔是讲我不爱设计，我来去把这个大家头壳底这个违章建筑拆掉，我感觉讲。我时间来弄这個，会可能比这個，这個、我若谈这来参加评审啊，那都应该。这疫情重大，因为咱即摆少年的吼，无你这个观念啦。阮查囝伫淡江建筑嘛吼，即摆四年的嘛，一连续三档摕了建筑设计王，是全系哦，一年大一的摕全系的建筑设计王哦。啊，但我听你讲，我这吼，你讲了，我讲应该爱回爱甲听来，爱伊来听你的课。因为听你口，伊才有法度吼，真正讲开始会当反省，讲伊是根据啥物来做设计。伊若是讲会当徛伫咱文化、咱台湾文化、台湾主体来想，安尼就正确。每一项学术研究，一定爱咱甲咱的本土的文化挂钩做伙，这才有价值。所以吼，我数十年来，我一直讲讲，咱的迄个学术吼研究是拢脱离咱的台湾的迄个社会，迄是不对的，拢天马行空。甲台湾是完全无关系，即款人研究是绝对无价值的啦。所以我做，你看我写的文章，甲台湾拢有关系。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不管是伫蒋介石时代，或者是李登辉时代，还是阿扁时代，我的主张，我的迄个财经研究的物件，拢受到重视，就是因为安尼。甲咱这个这块土地是有密切的关系，这才有价值。建筑嘛，同款。所以你讲这吼、哦，给我真大的这个迄个灵感。我要用一个时间吼、哦，甲这個太太所讲的吼、哦。伊所问的问题，我做一解说。可能吼，因为你是建筑嘛，啊，我是这个土地经济方面的。老实讲，我是土地经济方面专家。我拍倒咱所台湾这地震学派，打倒地震学派。吼、哦，因吼唔敢用我的主张，用我的主张，因就很倒。吼、哦，你迄个物件就讲是安怎台北，咱台北台湾吼，那迄个吼，那你这个房地产特别起的时阵，就讲。咱的通货吼，通货迄个发行吼，通货发行量吼，那增加就讲货币供给增加的时吼，这个房地产要起价，还是股票要起价，特别是房地产要起价，拢对台北开始，大家会想到无？这是厝的介绍，基本的公式伫遮，你只个把这个变数创好势，你就真清楚。就讲这个土地地租，这是地租，兼啥？你的水，这个物件加啥？加你的迄个公共财，政府，吼、哦，这叫做 public。诶，迄 service， 啊是这个 S， 这个 main S， public good 的 service， 伊咧用 service 来讲。加起来的时候，伫全台湾内底，全台湾内底，这个台北市的public service是上好。
你看伊个校个设备、教材、用具，也是老师个水准，拢相关个。吼、哦，啊税，全台湾上起呢，各县市看，台北市个土地税，咱用迄个土地税，伊是上起呢，就是房地迄个厝个税嘛上起呢。啊，大家无多了解是安怎伊个上起，因咱来地价税是。有迄个累进税，啊，累进的时又一个累进起点地价，结果累进起点地价，台北市是3000万以上，台北县才500万，啊，若刷去到台东的时哦，50万，所以就要同款一块土地，若3000万的时，伫台东市有一块3000万的土地，啊，迄个台北市的市郊，同款伊伫市郊，普通那是大都市安尼。在中心点是足悬的对无？伊是市郊，这块土地是迄个七公亩一大，伊个计小，啊，甲台东市中心伊台东嘛，所以较远较迄个台东市中心哦，毛一块土地像安话七公亩，安尼来讲，这个计小拢3000万呢，这个计小拢3000万呢，安尼讲，伊个税是差不多这個。三分之一半，只一半尔尔，就伊这个税就加伊的，变成伊的一倍，1.5倍。伊若是，这税若是100万，伊的税就150万左右了。你看差遮济，啊，这个土地税制是啥？是专门咧来剥削台湾人的。因为啥？安尼讲，伊这个税吼，这个地价税两种，土地税两种嘛，地价税。啊，甲土地征纳税，这两种，真低，全台湾是1.05%，平均咯、哦。啊，这个真悬，上悬的甲偌济，上悬的甲较早60%到40%，60%、60%、50%、40%平均是40%咯、哦。啊，即摆40%、30%、20%的时吼、哦，差不多是25%到30%中间。安尼哦，你看差遮济地方，差25倍，差30倍。吼、哦，这全台湾是平均是1.05，但是台北市算起来是吼、哦，全台湾上少，因为啥？伊若用伊实质的迄、那个，就是讲真正的价格，真正的价格，实质的土地价格的时阵吼、哦，我应该讲，用伊的市价来算，用伊的税，台北市用伊的税，除以伊迄个土地计数，用这个代替。0.0001啊，用实质税率，伊个实质税率叫即按0.0001用市价来算哦。因咱即地价税上用公告地价来算个呢，伊公告地爱市价足悬呢，一平200万、300万，虽然公告地价无到50万啊，安尼呢？公款走，公告的公告地拢走抓着。所以伫台北吼，这个物件差不多只有零啦。
足济无公平啦，对啦，嘿，无公平啦，是啦。嘿，累进嘞，嘿啦。是啊。嘿啦。嘿啦嘿啦，啥都开始的时啦，嘿嘿。啊，这要该征收的时候，你就害了了，嘿，对啦对啦。哦，你看这个用这个公式来看吼，这台北市的时候，这较悬嘛，水车差不多九零啦，啊，这足大嘛，啊，你其他的所在，特别庄卡所在，这足细嘛，水真重嘛，啊，这个足少的嘛，所以同款的这个利率吼，以这你看这以这伊的企业拢对这开始，吼，啊，然后咱嘛看讲，因为货币供给有增加的时候，货币供给真大的时候，利率就会下降了，所以这个房地产哦，实际上是波动的。房地产是房地产，这价格是波动的，伊安尼，甲总体经济有关的，就是这个利率啦。咱利率足低嘛，啊，所以吼，借钱来买土地，借钱来买厝，吼，长期会趁钱。啊，伊的重点是税制嘛，因为你地价税是持有税，足俗的，所以我就哈，只租不卖，唔卖啊。第二讲，我欠钱欠啊足严重的，吼。啊，我遮都爱卖，人要剁卡金啊，遮都爱卖。啊，无我藏咧，绝对阁起价。啊，土地增税足悬的嘛，啊，所以变作讲啥？迄、那个都市的迄个市地的都市的房地产的供求吼，煞全扭曲。你本来是安尼是正常诶，你扣税了先吼，即 supply 全减少嘛。但系你都市化的关系，即一直咧增加，你会低嘛？需求一直咧增加，所以介绍本来对这点。扣水了变这点来，用这个方式一直在起。啊，你啊土地较佳的时吼，你看起较佳的时，安尼时起较就较起较这点啦。啊，继续人口咧佫增加的时吼，用这条线一直起起咧，一直起起咧。所以都市台北市房地产就是这里用这个图来分析，伊是只涨不跌，一波过一波一直起，啊，就害死台湾人。台湾人少年啊，不管少年老，一世人敢为了迄间厝咧奉献心血啊，而且最不合理的税，全世界已经无人用这个税制啊，土地增值税，咱就要用这个税制，爱想用这个方式，你搞咧啥？树立咧劳动的迄个心血啊。中国来到这个所在，生意开业一个人拍无半项啊，伊就足好个啊，你啊，伊拢做公务员，而且内底足地好挑的，而且。因拢吼较不爱去买土地，不爱买厝，足侪人遐中国人拢不爱买厝，吼、哦。啊，因感觉讲，嘛是食落亏，所以只要食老的时，伊就讲买厝。你看眷村拢足好个厝，眷村的厝拢起了比咱的一般国民住宅较好。哦，我讲眷村外要收呢。我讲了这個故事，我做局长的时吼，中立有一个眷村要改建哦，伊本来公告地价吼。本来讲个地价是两万的款啦，哎，我起价十万，写了两万，按两万先，给你补偿是1.4倍嘛，28000，哎，30平的先，才摕到78万，70几万，70-80万伊也卖，一定爱甲调到起价很悬，用10万来调到10万起啊，调到10万，你占的是，假使讲40平的这个眷村的土地，10万伊就摕偌济呢？啊你变做摕14万呢，1.4倍，讲我地价若甲10万的时，伊就会当摕14万倒来嘛。14万的时，40平得560万
来落地的，只要起厝起好的时候，伊就才百六十万起来买厝啊，对吧？买了的时候，伊讲想要卖啊咧，伊讲哇，这要卖的时候，十万的时候，我都爱两万到十万就起五倍，都爱交60%的增值税啊呢。所以若要卖，无计就无好啊嘛，唔好对不利嘛。所以讲，安尼外口迄条路吼，对面迄广告地价，广告地价才偌济，才30,000尔，是安尼我就100,000。即买着厝买着，讲说才30,000尔，我两十万，爱加降价降到30,000。咱即摆吼，地价平有限，都甲调到30,000呢。水灾调整咧，调来调去啊。哇，下日啊，咱吼，伊这个制度咱甲废掉，咱甲废掉。这重新申报是合理啦，重新申报，咱咧重新申报。啊，然后吼，咱扣税方式爱无共款，袂使扣这个税，对，是啦，嘿，好，好啦，好啦，所以这问题足大啦，吼，我研究这个物件研究30年吼，啊，知影讲哦，确实若讲房地产的起吼，台北的厝吼，即摆若有厝，若有两间以上，上好是卖了了，卖到剩一间，因为得要大力啊，来看，对不对？嘿，无你讲。我讲中资来要炒房吼，实际上数量足少啦。嘿，迄阵开放遐久啊吼，我有一篇文章咧讲这吼，开放3-4栋吼，再来买偌济，因为买200万的、300万的、400万，拢伫郊区、伫通关，啊是新增嘛，去新增买足细间的啦，吼。要不真正完全入来，对啦，因无要来台湾，因感觉台湾嘛危险，但无好死啦，嘿，无好死，安尼吼，好啦，我咱下个再来讲，来，起立，那个咱的迄个郭老师敬个礼者，敬礼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